那种认为加个表情就能胡说的人。哎呀，今天吃的真太香了！哦，对对对，吃饭拍那照片发个朋友圈，周末出来吃饭真开心。走走，给他评论一个，就吃个这东西还要特意发出来吗？狗头！对呀，家常便饭嘛，不像你每天都吃席，吃完红席吃白席，偷笑偷笑，嘿呦，说一句，咋还急眼了？你自己也觉得你吃的这东西拿不出手吧？笑哭笑哭，没急眼呀，眨眼。我家柯迪睡着了，闲得无聊，没法逗他玩。豆豆，你也挺好玩的呀，六六六，哈哈。反正以后记着吃这种东西就别发了，看着怪可怜，狗头。实在不行，以后我请你吃，呲牙笑。算啦，你吃白席，请我一个外人去，太失礼啦！这种事儿我就不参与啦，捂脸笑，捂脸笑。假如我穿越到1000年后，来，这一节课我们上语文啊！哎，真穿越了，这是几几年呢？3022年呢？什么？1000年后？上课说话你都会了呗？来，你来朗读这3个字啊！这对对对，那古人就是这么抒发情感的。姐姐，你给他打个样。哼，看我的。对对对，不错啊，这就是差距。你学着点人家，差生啊，就是差生。说谁差生？老师，你考吧，这回我肯定会了。你会个灯笼啊？上次考试你就2分。是啊，你别气老师了，我真会了，你们可以考我。老师，你给我考他，答不上就开除他。那好，古人表达无语怎么说？双 Q，我真的双 Q 了。对呀，那古人表达抑郁怎么说？emo，我一到晚上就 emo 啊，还会造句呢。你真会，老师，他肯定是懵的。您考点难的呢。好，我说上句，你答下句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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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BBQ 了。再考你一个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这都没讲呢吧？这可都是高年级的知识啊！太好了，我教出天才了！你等着，我去汇报校长，给你跳级。真能嘚瑟！跳级你就要学古诗了。什么古诗啊？我看看，《青花瓷》。有些游戏好友打着打着就散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友在线啊，这该跟谁玩啊？哎，我看看今天都谁在线儿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了。祝你前程似锦。某些家长的选择性失明。最新消息，某男童因模仿动漫中行为从3楼跳下，导致意外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玩意儿害人不浅呀，就该给他封掉。再来看下一条，某家长因沉迷麻将，把孩子遗忘在车内，导致意外。这是你们学校的厕所吗？哎呀，服了，怎么又来了呀？呀！People always talk about。 老齐的挖矿小技巧。挖矿被砸怎么办？这时我们只需要把火把插在脚下，就不怕被砸了。我也要试一下。老齐，我怎么还是被砸了？我不是老齐。哇，再见喽。方块学，你怎么又在这儿？你看我这房子好看吧？哎呦，不错，小伙子，这可是我花了1天时间建造的，我家还蛮大的，要不你也搬进来跟我一起住吧？嗯，好的。把你房子给炸了，全炸了，全炸了，全给炸了，全给炸了，全给炸了。老齐，你为什么？落地水。来，给你们表演个落地水。So, YOUWILLBELIKETHEM APANDONMETRWILLYOU 问号。